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广华的员工季星。是他，韩婷。师长你好，我是季星，我来报道了。你好，我就是韩婷。今晚送笛带的那个女孩季星，你俩以前是不认识的。一个陌生人可没法让韩总主动放水给他。三儿，这是你招。你就这么自信？我手里没有比你大的牌。你上一把就要武器，而且你出了那么多三儿，我不信你牌。自信啊，都不要钱一样。你们，我不是啊。好歹我跟他也是在大学期间一起奋斗，拿过全国大奖的战友。现在算什么？装不认识我？从德国回来，现在当了高高在上的领导，了不起了。他认识我很丢人吗？你确定他认识你来了吗？我能给整容？我变化很大吗？你们对彼此就有点那个意思？难怪。你想什么呢？收起你红魔的橡胶猎头小毛。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我跟他现在就是路人，你就是嘴硬。就很浩瀚，我们很渺小，但是只要心怀梦想，哪怕能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贡献，也是意义非凡的。让大家病有所医，生活得更好，我觉得这就是发展医疗科技的意义。你还记得？我也还记得当时林教授的笑容。真好，我们几个人同心，目标明确，朝着一个方向卯足了劲走就可以了。有少佐的配合，和我进来训练，本来是要遇见困难，但想要坚持下来，只有不忘自己最初的梦想，到最后，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。我今年28岁了。如果再有一年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我准备创业。在您的眼里可能形成有一堆问题，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谁也压不住谁的光芒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路还长，走走看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向前走，不回头一定创业成功。兄弟太帅了。好看，谢谢老左边，我带你去住。继续。
曾总，韩总，正巧，这位是啊，这是我男朋友邵一晨，一晨，这是广华的曾总，还有东一的韩总，你们好。在公司这么久也没见过你男朋友，这是刚刚交往的。我们在一起四年了。他有男朋友吗？有男朋友也没事吧，也没结婚。我可跟你说，吉星已经研究成过你产品了，再不出手，他要是接受别人的投资，你可就真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但只要你投资了他，他就是你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吗？是我出意。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，内部人士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这个机器人绝对是你事业蒸蒸上的克星。咱俩认识这么久，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乱你韩庭的步伐。何炅还跟不上你的进度，投资他。跟那些复杂的投资评估无关，关键是感情上的事儿，哪能不玩玩啊？什么事？儿子，别动远了。咱们坐一下，后来就不要什么动了。别担心，他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，得他们救你。没事，没事，别害怕。我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学霸。OK。Thank you。你是谁？韩庭，来，这边一点，行不行？我没事，我已经快上了。你把我吓了，警察同志。星辰才刚起步，等我融到资，反过来我跟你求婚。星星，我们分手吧。我都说了我会很快的，能不能等等我呀？不要分手，我不走。不好。你为什么要走？对我来说，谈恋爱就是博弈。我既然上了场。我就要赢得他全部的心。叶秋子，
你跟闺蜜的前男友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星星吗？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没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想要陪一个人过日子，考虑和他的未来。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个家，但这枚戒指代表我对你的爱。你连结婚证都给不了，我要你这些承诺有什么用啊？你到底要知道他到什么时候？你真的要这样一次次的把自己的原则踩在脚下吗？我喜欢的丽丽不是这样的。从家世、能力、方方面面，我都能帮得上你。你为什么不选我？是你从来不在我选择范围内。那我就要看看你们能走多久。你对我的种种手段，就是证明你在感情上的自卑。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？成年人的世界，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要有结果的。我可以和他公平竞争。我没法保证我的生命里只有你，但我可以保证爱情这部分。谢谢。只有韩婷，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就像暗送秋波。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觉得你们两位是指定型。现在我想要亲吻属于我的星星。来唱首歌。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。 挺好的。好。这是职场多面相。我准备创业。凭什么觉得你会成功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失败？你的自信啊，跟不要钱一样。哼，我就当你是夸我。这是爱情操盘手。在您的眼里，可能星辰有一堆问题，但是在这个社会上，谁也压不住谁的光芒。这画的是？你看这上面复杂的线条，像不像你平时不清晰的思维？一定创业成功。